So guys， 今天就是丹丹的生日，然后我会准备一个最特别的礼物给他，因为我们每一次生日，他也是有送过我一些礼物，我也是送过他礼物啊，是那种礼物是 legend 的，跟你讲，所以这次我觉得是最 legend 的啊，所以我会先去载他，载他，然后来我家才收他那个礼物。OK，Let's go。Hello，Hello， 来拿住。哇，你又不可以驾车啊，丹？不可以哦。生日又大一岁了哦。哎，太垃圾了，太垃圾了。对，现在丹丹的今年的礼物就是我帮他免费剃头发，他很开心的那一位，这是免费的。你讲一下你想要剃怎样？啊，师傅。啊。哦，我的头发。来，拿住，剃剪。没有。哇，我拿个包子，哇去，哦那、这个酱料包到酱了，丢了我的，你找这边，这个 sampler 坏了，还是里面没有钉，有钉，好料好料，哈哈哈哈，是完美。哇，你在做么？天谴啊！真是啊！我觉得你要哭死我！啊，哎呀，那我先用6cm 啊，那我先。喂，你没有没有，你我觉得你要试下拿那个梳子顶住先。你把梳进场啊，这样啊，我这样，然后我这样啊。啊对，哎哇，多你哇，多你弄下面弄去另外一个地方了咯。没有，不是。丢，我舔你嘴巴，人。哇。OK， 我现在弄后面。哇，那你剪到这样里面哦，后面要很短的吧？没有，没有上到这样上面的，你要先慢慢来。哇哇哇！等下你妈妈叫我去你家跪算盘哦。哎，跪算盘叫你跪榴莲哦。哇，我跟你讲地中海啊，我不要变 Steven 啊，变罗宾。哦，你笑啊，哇，你讲咯，要不两个其实差不多，只是我发现 Steven 好像还有一点毛。罗宾也是有啊，很笨。哇哇哇哇！我不是这样的、啊。为了平衡吗？我这里。哇！不会这样的，你一定要改，你一定要改掉啊！你一定要变掉。哇，不会这样啊，真的。哇，不会这样啊，真的不会这样啊。哇，危险哦！这这个马里马斯不专心哦。OK， 我觉得要差不多了。我觉得后面少讲几个字啊，我差不多要光头了哦。是，哇！被剪的那一瞬间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当你一听到那个理发师跟你讲，喂，哇！你我跟你讲，那个师傅出来跳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很恐怖，我跟你讲，只有当事人才可以感，才可以体会到的。你们都在前面都看啊，哎，只可以那边笑罢了的。算你靠边。哇！你绑了那个什么好多？对啊，你你有吸到电的吗？顶住！一二。是我送给丹丹的礼物 ，OK？ 你有什么要讲？哇、哦，我跟你讲，非常感谢，这一个是我第一次收到最特别的礼物，哇，从来没有收过人家拿把我的头发当做实验品的礼物哎，不对，我终于体会到了啊，现在是到你们了啦，我头发一定不会给他剪了，真的，他一定剪不到，恶心我 ，OK，All right， 所以我们的 video 到这里啊 ，OK， bye。